现在新的情况来了，有两份这个笔录。教练口供，学员撞人了，看到是一个老奶奶，我不敢相信她还能把尸体给烧了。我是学员，我们压根儿没烧尸体，天地良心。很矛盾的口供，到现在为止，只是把这个幕拉开了。遇到这种情况的话，经过我们的邢老师，现在带着你们去做复勘。走吧。这是血迹吧？是。然后这个管子上有血迹。这里这么多。到这里他们发现人还活着，就会心生歹念。我们现在是要启动一个终极考核了。在死因方面上面，我们三个人是有这个分歧的。我觉得导致他死亡的原因有两个。这个案子呢是个真实的案件，这个奶奶的儿子提供了一封信，